这条公路就是我爸修的，这个桥也是你们修的是吧？这个这旁边围墙，这也变那花，这都是我干的。这个，这砖头不是我砌的，这桥洞子都是我干。完了，这边这个柱子都是我整的。上边铁皮不归我们管，上边那围墙那个还归我们管。这边咋没整啊？我们这都是边境。这边就属于鞍山了，是吧？那边是。大家好，我是小胖，今天带我爸来韩国的鞍山曾王，准备上这边吃顿饭，全是中国饭店的。我妈因为上班不能跟我们来，咱俩先剪个头呗，不姐，我带你去剪个头。行吗？行。我带你去剪个头。头发也染一下呗，白头发太多了。染呐。行。没事，我带你去整去。整个好点的。嗯。这还有小插件呢。连锁的哪儿都有，基本上。好像不是那家，不一样。反正都是中国字。这不有理发店吗？哪儿呢？不是。是，找个理发店，那边有，也不挑了，随便找一个地方得了，中国人开的就行。嗯。这边少，还得上那边那个胡同。这好像理发店。你来过呀？这不这儿呢吗？你先剪吧，我姐。看我爸这头发。有剪吗？我给整。先让我爸染个头，然后再给他剪，然后再剪我头。剪头多少钱？剪头一万。染头呢？染头用什么样的说啊？好一点的。好一点的。剪带染四万，但是现在搞活动，打八折。就是染头不是给白剪头吗？那个药水的话，可以三万，但是就用好的，行，整吧。睡觉呢，大胖。咋的了？又难受了？有点，好像晕车了。你是不是又馋啥了？啊？我不爱跟你说话，你别打扰我。你剪头不？我还真想剪，想把头发剪短了。那不好看。好看。嗯。我现在等结完婚了再剪。哎呀，等会儿呢，一起吃个饭吧。嗯。一会儿我朋友来。是吗？他家住在附近。嗯。我就请他吃饭。行。你等会儿得吃完饭，我估计就不难受了。上次也是。也说难受难受，吃完立刻就见效，马上就好。晕车？什么晕车？就找借口吧。咱俩这么长时间了，我还不知道你。我不爱跟你说吗？一看见美食，立马药到病除。别给他剪太短了。别拍了。来了来了，他来了啊！别拍我，没事儿。热死了。你家神兽呢？他神兽睡觉了，你好，看着我。你公公呢？在外面坐着呢。叮。阿布尼，我朋友。烫头发来了吗？染头发，他住这儿。耶耶呀！我给我都裁了，我感觉。那都不行啊！欺负我睡觉去。现在已经剪完了，怎么样？挺好。多少钱？4.4万。4.4万。刷票卡。打折的话刷不了卡。你干啥老拿我的钱呢？
你钱我钱不都一样吗？我钱是我钱，你的钱也是我的钱。你这钱用谁卡提出来的？那是我爸给我的。行，走吧，咱们现在去吃饭。走吧。现在我们到饭店了，看我爸头型，剪完了年轻不少。现在我爸点菜呢，选好没啊，不姐？好了好了。点菜。四碗冷面，一个香辣肉丝，一个锅包肉。看我和我爸长得像不像？不像。咋不像？爸帅多了。我更帅。你可拉倒吧。我爸有男人味儿，我爸。年轻时候得老招人稀罕，老多女的追了，是不？是吗？啊？是吗？现在都这么帅呢。哎呀，你得回年轻点儿啊，是不？这说的没有用。你跟你朋友长得也挺像，像姐俩。胖的都像是不？不是，我给你看一下。哎，你别长。来了，你吧。不行，我谢上镜。你看看，咱俩长得也像。胖的都像。吃吧，先吃，咱们先吃。你先吃吧，红哥，你先吃，你先吃吧。延边大冷面上来了。我们的菜，锅包肉，香辣肉丝。现在我们准备吃饭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，红哥。拜拜。